拍林家姐，吊你老母丑花系呀。你睇下呢段系旧年农历甲子鼠年八月十四日，即系中华民国十三年九月十二号礼拜五嘅旧新闻纸告白，喺香港岛卫城道门牌十号嗰间四时画片公司 Key Company 上华开出影画戏《谁是真爱》，上招考剧员，唔捻理你男女老幼，现瘦还肥。甚至病坏低坦都照杀和。喂林西妹，老娘吊你老母丑花系呀。呢间四时画片公司 Key Company 拉下环里东街门派四十五号嗰间大韩影业公司 China Pictures Company 都系拉人代拍影画戏嘅。拉下仲加机开捻卖出影画戏喺电影院放映添。个出社会爱艳奇情影画戏《谁是真爱》个剧本嘅开戏师野拉影画戏导演系条 now 松佬，系江苏省苏州嚟嘅刘丽娟先生。旧年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九号礼拜日，呢间四时画片公司咪系我哋石塘咀呢树拍过外景嘅，喺菜花寨骑楼底。迎新开张五层楼高嘅万国酒家鸭麻，跟住落七姊妹名媛又落场拍外景，仲有入新界青山拍过外景添呀。呢终于等到今日中华民国十四年六月三号礼拜三，喺新世界戏院改名做忏悔 Repentance 上画啦，共映三日，直到六月五号礼拜五。每日影晏昼两点半，拉夜晚七点三，夹埋得两场。呢一出影画戏布景庄严宏伟，服装美艳趣事，全片有十柄菲林，要放成两个半钟咁捻长假。讲一斗有钱少奶奶，不受苦道，嘿恨四围杀杀滚，勾佬吊佢喺窿，受靓仔拆白党又话。抛夫弃子，拿钱跟路走，终于搞到千金散尽，穷途末路，俾条靓仔飞，冚家铲额，个屎仲俾人老屈，惨遭冤狱。好彩后来水落石出，唔捻使坐花厅，于是看破红尘，削发为尼，笨迹空门，日日敲经念佛，忏悔前非，了此残身。